有一条长二又六分之五公尺的缎带，姐姐包礼物用去三分之一，是用去多少公尺的缎带？我们先把二又六分之五乘以三分之一，等于，先把单分数换成假分数，等于六分之十七乘以三分之一，六乘三等于十八，十七乘以一等于十七，所以假分数要换成。十八分之十七公尺。